带来的 Easy。让血脉喷张的表演哦，老品味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华一的凯琳。掌声鼓励。大家好，我是华一的小凯。凯琳小凯。我是华一的右眼。右眼。我是华一的于安。OK， 来介绍一下这一支表演。这一支都是由我们本校的社团里面出来，然后有一位是干部，其他两位是社员，然后，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外的舞监，明年大家会在台上看到他。来，掌声鼓励也要记一下啊。然后就是我们选了一首名叫 Easy， 但是跳起来很不 Easy 的歌，所以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在一开始的基础点就有点小小的不同，所以练的时候有点小小的辛苦，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来，掌声鼓励。好，啊，我们等一下那个不是有一个有奖征答吗？你知道我们要考什么？他们刚刚在这段表演里面拉开了衣服几次？哦，厉害吧？有那小孩，马上瞧瞧，没有开玩笑，因为他们刚刚很多，你们自己有算过几次吗？没有，那你们回去算一下。没有，你们应该没有三次哦。他们，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有十几次有，我在旁边看，有你们有一个一下，哎，又马上拉上，这样也算啊。
好啦，再次谢谢我们的 Key 带来的不 easy 的表演。